好，这台电子琴，这个是第一个，这个是 function， 第二个是 demo， 第三个是 record， 第四个是 netphone， 第五个是 reverb。第六是 chaos， 这是 duet。 可是它就是没有定时的功能呢，没有说定时间，然后就会发出音乐的那个功能，没有。所以这就是难解之谜了。